1月31日，扎比娱乐就一级当天的签名会发表官方立场。经纪公司特别表示，由于有娜的健康原因，我们将更改原定于今晚举行的粉丝签名会的日程。最后，除了有娜，另外四位一级成员照常进行了面对面的签售会和视频通话活动，而有娜的签售会则移到了2月6日。对此，粉丝心疼表示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她都生病2次了，抓比行程别排那么满了。最近，一级专注于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其中还有签售会。从最近的视频签售会上，粉丝就觉得有娜有些许疲惫，虽然看得出很累，但依旧努力营业的样子让粉丝心疼。此前，由于有娜露出干瘦的肋骨，让粉丝们震惊。粉丝们担心是不是过度减肥，繁忙的行程加上保持身材，成员们的身体健康确实难以保障，希望公司能注重一下艺人的健康。另外，一级将于2月4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，2月22日到23日在日本千叶，2月26日在中国台湾，4月8日在泰国曼谷，亚洲6个地区继续举行8场演出，人气将持续。爱豆韩社，白儿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